哎，女主角就去玩百攻略教学，她就一直这样合成，哦，你就可以一直弄下去。所以金币与玩法的取得攻略教学，那就这样一直取得金币，那就也开始去 PK 别人，开始 PK，好，好，那你这样也可以 FB 绑定吧？等一下名字去改一下。哇，它就是一个 PK 的换装手游。哦，而且它有限定本人的风格喜爱什么呀呢？好，攻略升级教学，那就会领它的一个相对的奖励。这边可以十连抽啦。诶。你也领取一些奖励 那你就可以继续去，然后继续去升级，然后之后也会提供自动合成给你用，这样子。啊，这边我给你看一下主页面长怎么样啊？好，我先给你看主页面长怎么样。啊，这个有图鉴，然后直接充值奖励。这个预览非常的大作，而且名字应该可以自己让你改啊，你等下自己去改。好，那 这边你前期就按照它的攻略去弄，解锁五级你就开始弄了。你看，那 我一直跟你们说，一直合成会越高等啊，就合成哎，就合成哎。我觉得它的名字有点不符哎，因为我以为它是那种故事的手游。他 原来他是防治挂机哦，我就没算到，都唔知道这个游戏是安怎呢？